分。今天是第二部棋，因为我们的求婚第一部棋是在蓝屿那个河渡黑草的那个地点做一个求婚，然后今天是在我们鹿野高台做求婚的第二部棋，是配合我们的热气球，高空热气球这样。那所以后续还有什么动作吗？我们后续在8月6号七夕情人节的时候，也会在这个地方做第三部曲的求婚祭，对，但是这个对数哦都不一样，这是真正是达到要结婚的人，所以他们已经恋爱成熟了，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情定台东，然后配合我们的10月9号，在草原婚礼的100对新人的结婚，所以地点也是在这里，100对。地点，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那个，海滨公园那个森林公园的大草原上。谢谢。然后我们还有30对的原住民的部落婚礼，我们定在那个卑南文化公园。我们想要用卑南族的婚礼习俗来做一个很漂亮的 after party。